再问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跟赵牧老讨论这个佛教的佛学的时候啊，他有个特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啊，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哲学的元素，所以呢，他特别推崇人间佛教，也就是说把佛教呢跟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与人关系的建立的这套体系呢融为一体。所以呢，他在解释佛教的时候呢，就有很多词汇很突出的，就我们一直在问他，跟道教到底接触在哪儿啊？跟这个儒教到底交接在哪儿啊？跟法家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跟墨家到底什么关系啊？就这些问题提完以后呢，给谈谈，听这赵普老的还有一些说法啊，我觉得我是感觉很有震撼的。那么我拿这套思想呢，我跟那个吴国平这个大师谈的那个五种人生啊去对应，我觉得也有好多对应性，所以我就想听听这个周国平教授跟这个季群法师啊，我都希望听你们俩评定这段想法啊。就是他认为呢，道教跟这个佛教之间有一个词是有关联的，就是机缘。因为道教呢是在研究这个道家的研究做事规律的，所以呢他认为顺势而为也好，这个上善若水也好，都是顺着机缘走的。而这个佛家呢，其实这个机缘这个词呢，就是在吸收了大量的道家思想之后呢，要研究顺着它的势。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词汇。第二个呢，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周国平老师讲的那个就叫道德的人生哲学啊，他就在那儿说呢，这个跟儒家思想是什么关系呢？他说你好好研究那境界，儒家思想是研究这个怎么把君子啊用这个礼仪给聚起来，然后君子多了以后呢，又得怎么得用这个君子和而不同啊，怎么大家共同来治理这世界。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礼仪归心的境界修炼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他就说呢，这境界呢是吸收了很多佛教和这个儒家的思想。然后呢这个他们认为呢，跟法家思想结合点在哪呢？他讲一个佛教的一个词语啊，他叫圆融。他说呢，这个法家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出的麻烦最多呢？就有点像那个周教授讲的那个，就是说咱们讲解脱什么时候最需要解脱，就变革的时候最需要解脱，变法的时候麻烦最多，反对者也最多，而且你攻啊打呀最解决不了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大的麻烦。换句话说，人认命的时候啊也谈不上解脱，就你不认命的时候你才有解脱问题啊。所以从来是按照一个思路走到一定方向，你要重新变的时候就麻烦多了。所以呢法家的变革思想里边是法术式结合啊这一套方法，他都是在研究变革中的一套方式，权威怎么建，法律怎么搞，权术怎么用，那都是法家思想。而圆融呢实际上就是在讲在变革过程中既要圆通又要融入这个规律，然后他讲这套东西。然后关于审美人生问题呢，还有我们真研究那个墨家思想，那墨家思想呢其实呢他在研究做事的规则。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呢，这个佛教呢他实际上在探讨传承问题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法师是在庙里教人家传承那个最美好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居士呢是在家里边没出家的时候你也去教人家，那么最好的就是您说那净土的东西啊，那些方法的东西怎么教人家。至于说那个纵横家呢，他就认为纵横和把握世界呢就是佛教中的那个普世，就普度。他说普度呢就是一种责任，就是一种把世界怎么改变过来，所以呢普度众生呢就把一切众生都调整过来。刚才这法师也讲到，所以呢他认为呢，中国哲学最后被佛教呢等于是把它全面吸收了，所以呢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呢都能解决。我不知道两位大师呢怎么看这套想法，大概就这么多的问题。好，谢谢。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很牵强附会啊，这个普老真的是普老说的啊，
啊，这个如果是普老说的，这个普老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人生佛教其实它是对原始佛教精神的一种回归。我们现在呢，所有的对这些人生的问题的一些探讨啊、思考啊，提出佛法对人生问题提出的这些解读，基本上会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佛教所提供的一种至高的见地，比如这种缘起性空啊，这个这样的一些见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高度。那另外一方面呢，它会来自于不同的经典，它对不同的问题，佛陀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开示。然后我们根据这些原理，然后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佛法它是人生的大智慧，它跟我们现实人生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是怎么样来看这些问题的，它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我个人的所有的思考啊，基本上也都立足于这样的一个点。因为人生佛教是近代太虚大师，还有就是应顺导师他提出来之后啊，那么他们基本上也都是在原始佛教中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思想根据，而不是说在这个儒家什么法家什么什么道家这个经典里面去寻找，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然就是说佛教在这个2000多年在中国的流传的过程中啊，佛教需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根。那事实上呢，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它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大，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呢，它是首先是经历了一个冲突的时期，然后呢再进入一个融合的时期。在这个冲突的时期呢，那就是比如说这个按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传统的观念，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人看到皇帝都要拜。但是佛教在印度啊，这个国王看到出家人是要礼拜的，没有出家人去拜国王的，因为出家人他是代表着出世之人，出世修行的人，他是要受到所有的这些帝王也好，管理反正世界上你的地位多高，那所有的人对这样的一种追求真理，献身于真理解脱，的人他都会升起恭敬之心。所以出家人他没有拜帝王的这样的一种规矩。但是如果在中国的社会呢，你是出家人你也要拜帝王啊。所以这个当时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些高僧就写三门不拜王者论，出家人为什么不要拜帝王，他们就写了很多理由。后来呢这些帝王啊慢慢也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是一个冲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孝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父母孵化孝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也，然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把头给剃光了，然后呢又出家又不生孩子，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容易被社会大众所诟病的一点。然后这些高僧大德们呢，他们就很多在佛经里面去寻找出家不只是不孝，而且是一种大孝，那么这些理论呢慢慢的也说服了这些当时的这些社会大众。然后随着这个佛教在汉传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也接受了它，然后甚至呢他们也出家，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出家，从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段时间，当时的出家的人很多人都是社会上一流的。那南北朝的时候，那些文人士大夫能够找一个高僧交朋友，在一起见见面聊一聊，他们觉得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随着中国人对佛教的这种智慧的接受的人越来越多了，也慢慢也就接受了这冲突，从冲突到接纳，然后影响
然后甚至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比如佛教对哲学啊，对艺术啊，对文学啊，各个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的深入。当然这个过程中呢，佛教它是立足于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它是以儒家的文化，儒释道，儒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老庄，论语，所以这些高僧大德们呢，为了能够跟这些儒家的文化有一个不冲突，让他们知道儒家文化跟佛教的文化是相通的，所以就有很多高僧大德是带着佛学的思想去注解论语，去注解易经，去注解老子，去注解庄子。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注解啊，他是无形中把这种老庄孔孟的思想给佛化了。其实他们做的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在我个人的经验里边，你说中国文化它对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其实没有太多。就是只不过是说呢，它在一定的特定的时期啊，它会就是在这些语言的表达上，为了便于中国人的接受，它有一些概念啊，它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这么一个道理。实际上佛教啊对那个中国哲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对。如果没有佛教的话，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嗯。中国占主独有地位的是道家，或者儒家和道家。实际上儒家和道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不思考终结问题的。他生死问题他不去探讨的。这个心性问题他也是不去探讨的。那么到了今天上午的金平法师说了，实际上那个佛教一个主要考虑的两大问题，轮回问题就是生死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性问题。到了那个宋明理学，这多成了一个主题了，生死问题和那个心性问题都成了主题了。所以他实际上让中国的哲学深刻化了，更加有形而上学的这样的底蕴了。我觉得其实对中国哲学起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的，弥补了那中国哲学的缺点。